有一个对手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摔倒一次，好像找到路了，好像找到路了，哇哇哇，他也是，哇，第一名就在我前面，可恶，差一秒，你看那个时间差，那世界是只有我还在第一关吗？只差三秒，啊，可惜，啊，你应该已经玩到，就是他有那个直接跳过的了吧？直接跳过第五个物品有没有多一个物品？什么？你的物品栏有三个吗？对啊，三个。应该是第五个物品吧，就可以直接跳过这关了。啊？因为当你卡关卡太久的时候。哦，这个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好像一个关卡卡了一分钟以上，他可能就可以跳过。啊，真的？那我可以一路跳。不，你游戏时间只剩一分钟了，阿比。阿比阿比，加油！这个到底，这一关其实还蛮难，没有啊，很靠近中间。你一开始就不要往外走，不要往外走，中间中间，中间，对，正中间，往下，对、哎、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感觉了？中间还有一个，没有，你不要往旁边走，正中心正中心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正中心这样下去，有吗？没有，有啦，它可以持续下去。你因为又往前了，再往后一点，啊、真假的？真的啊，后面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干嘛又往前？啊、我就叫你后退一点，啊、后退一点，好，好，好一点，你就是往前了一格，它那边就有大概两格宽的位置，那你怎么不摔了？下来啊，我就在，我在教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哦，你又跳到下一关了，你又玩那么久了。原来如此啊！想说怎么没有看你再掉下去了啊？原来已经跳到下一关了。对啊，奇怪，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啊？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哪里欢乐啦？这里啊。嗯啊。不觉得阿比玩这游戏他特别特别的开心吗？为什么你看得出来我的开心呢？嗯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。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吐槽。怎么又玩到了？这关这关好、啊。你一定是故意的。有一个是紫色的，而且他是我没玩过的感觉，紫色的特别关卡。在第五关，好期待哦！只要能够接连第一关简单、啊，二三关都是难的，加油！关卡第五关很刺激，第一关是简单的，那还不一次到位？哇，旁边的也是一次到位，懵！第二关是难的，哇塞！我都差一点点哎、欸，这有点算是玻璃关卡，我会看不太出来。哎，我好像找到一条路了。会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要再快一点，要再快一点。找不到刚刚下去的那个地方了。来来来来，速度好像不够哎，太啊！我想要走呢。第一关了。我想要，哇塞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有障碍。换一条路。我、哦、换一条路。有。这关这关真的有难呢，而且又好花哦。这也太难了吧，这一关。啊，它在正中心，它最后面下去要在正中心，所以不能走外围，一定要走。这个好难哦。一定要走这种道路，哎，不行吗？我好有障碍哦。我可以直接 skip 了。卡太久了，哇！又是玻璃关卡，今天怎么都是这种难的？玻璃关卡看，哇，看不到啊！真的，哦，好难哦！看不懂啊！走这里好了，还是摔？完蛋了！可以 skip 了，直接放弃。哦，这关，
这关我不喜欢，我真的看不到路。这两有关人已这经么，过关了，你过关了？有人呐、啊！哎呦呦呦，过！哎呦呦呦呦，这真的是我都下快要班可以了。skip 了，我跟你讲啊，玻璃关卡真的不行。哎，不是管啊，什么关卡都很有障碍、这关有两条路哎，好酷哦！哎，好远哦。哪里可以下去啊？这哎也，呦，这是这样走的吗？这关是不是有问题耶、啊？欸！我已经摔了27次，是不是？哇塞，28次？哎，这关超难的哎，下一关超级难的，太扯了吧？这个是正常难度吗？第四好难。关中等难度，确定？那他完全转一个方向哎，还是？我都一直 skip 掉啊。啊、哦，我好像看懂了，这是什么啊？它外围是史莱姆的，所以可以踩，这里要踩一下哦，这样子玩，这样玩。哎咻，哦，难怪我刚刚过不了，问号，这关是什么正中心啊？吗？哎，不行啊，skip 了，又 skip 哈了，哈哈，一直跳。又是玻璃屁嘞，中心可以走吗？不行。这一关完全找不到，完全找不懂没哎、欸！有，它冻在外面，然后你要踩那个史莱姆，哪里有史莱姆球啊？就是有啊。哎呦，冷这关我知识。可以哦。它其实就是在外面转一圈。从绿色，哦，绿那个色。红色玻璃好花哦。不是。最后转过来，有，我抵达了！哇，知道我哎、欸。是第三名而已。啊杀！这样还可以抵达哦，啊，至少我有过关。千钧一发，太凶猛了！哇，这什么？也是拉比。黑色的洞啊？问号，这好难哦。全部都是靠 skip 的。哪有？我第一关有过哎、啊，欸。可以，你过第一关，对啊，很棒哎、很棒，欸。还想再玩吗？不行，可以换下一个了吗？我觉得刚刚有失公平，什么？就是我们都是用 skip 的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哦。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做噩梦。哎，你没有进来哦？没有进啊，去你有进吗？来，你有进来，你有进来，我看到你我晚上一定会做噩梦，梦到我一直在坠落。了。哎，那个梦很棒哎，巨高症啊！哇塞！好棒的梦哦，阿比好幸福哦。哪里放了啊？2017年，阿比最喜欢的游戏就在这里了。最好啦！哎呦，我看到路喽，好多人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眼睛好痛哦！哎，我以为那里可以，它有一些红色的线在挡，不过我还是没问题。在这里，哇塞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！过了耶！妈，我过 你居然了！可以过这关，你真的假的？果然阿比进化了，阿比好猛哦！我都快哭了！快点，快点，我要看你哭！我卡住了！肚子收起来，第二关超简单的。哪有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关是不是有玩过蜘蛛的？哎呀，走这里。够苗条就可以一次到位，嘿，有，这好像刚刚有玩过，只要够苗条，哎，过关，嘿，哦，后面有紧追着我，哇，这是要怎样？反应哦，过了第二关，有必要这样弹吗？每过一关都觉得好好笑呵呵呵，都要很感动，哇塞，屁嘞！这关好难哦！哎，刚刚在下面那蜘蛛好可怕哦！是在整我吗？为什么这个蜘蛛会这么哦，怕？我想换一条路。哇，我遇到障碍了。你也会有障碍吗？走这里感觉最好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障碍。哇，哎，居然死了！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条路是正确的，走这里才是正确的，这里最简单。哎呦，可恶，这关，你看，只要走到正确路就很快了。差一点点，那就是要尝试出一个最简单的道路。我已经有点绝望了，真假的？哇，你看这一关超简单的，我刚刚没有卡就可以了。我要 skip 了。啊，今天拼不到第一了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没有找到正确的路，就会卡住了。阿比加油！跟你讲，接下来很简单。在这里要先跳一下吗？对对对，然后没关系，等你下一次。哎呦，不不不不！我看，往右后方走会比较好。哪一个是右后方啊？你那里下去嘛？哎呦！哎，我看一下我刚怎么走的啊？右有边这样的，右边的，右前方，这右边后面的，你刚刚拐错了。另一条会更简单。另一条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条左边，然后往左下去。No 没，你再一次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边比较简单。你好像有点太慢了。然后下去之后，我差一点点。那个箭头是正确方向，但是箭头后面是水池。哦。烂透了，这一关很简单，简单啦，这关超简单的，我一次就到了。它很简单，它真的很简单，最下面蓝蓝的都是正确的道路，你一定可以过来的。阿比，快点，你还有机会。下来的是谁？是你吗，阿比？阿比？啊！奥特。没看到那条。阿比的阴影又变多了，吐血。你今天有完成一关吗？啊？什么完你今成一天有完全跑完过吗？没有啊！你好怎棒啊！不愧是阿比！你怎么会有我有跑完一关的错觉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！我如果真的可以跑完的话，那就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世界末日吧。好啦，我们来玩一点阿比最喜欢的关卡。啊？怎么最喜欢？我怎么又有不好的预感啊？这是什么 ？Death Run。嗯。是什么的？就酷吗？不会吧？今天都想要来玩阿比喜欢的关卡。什么？不然每次阿比都说什么他阴影变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更加的关怀他。哪有？差更多哎！死亡跑酷，我们都是跑酷的人，然后旁边会有死神，他们会用一些陷阱，所以要小心。跑酷已经够机车，还要这样对我？没关系啊，你跑的你都跑得很后面了，你不会被陷阱弄到啊！真的？你看现在这一开始的。他机关用一次之后，第二次很久才会用。一手，跑跑跑！后面一个大爆炸、欸，哎，死神应该没有在弄我吧？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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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粘住了！好，哦呦，卡住了！呀！嘿，是我太胖吗？对，秒答。救我吗？这个要去哪里？嘿，嘿，哇，落后一点点了。嘿，哎呦，死神霸气哦，他硬要用我哎。啊，又要粘住了。好了，用过一次之后就暂时不会有了。我刚刚没看到他。粘住了，可以按道具移动，真假的？这道具可以怎么用啊？四五六，就是往左、往右跟往后。来、啊、这里用啊，关灯啊，我都记下来了。这是什么啦？啊！嘿，居然！哦呦，这是什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那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那死神完全刚好在盯我的这个地方哎、欸。哦，又死掉了！不要不要，死神不要来！哦，快过快过！嘿，直接用过去。手上有三个道具，然后这个可以干嘛？
往，就是按照他的，哎呦，按照他的箭头啊，往后往右，我啊，这死神！我真的一直死在同一点啊，好好笑哦。喂，我是建议你不用用道具啊，因为道具它你用不好反而会很有问题。啊，我第八名。这个到底要怎么跳啊？好有障碍哦。阿比呢？哎呦，我一直死在同一个地方哎、欸。就跳啊！我不会跳那个。就跳啊！我。